速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肌力的训练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请你随时注意身体的状况，我们也不要空腹或者是吃太饱来做这个运动，否则你很容易会头晕或者是感觉到胃不舒服。同时在进入主运动之前，要请你做好充分的暖身运动，感觉到身体热起来有一点微微的出汗，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主运动咯。准备好你的瑜伽垫，跟我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站姿的平衡练习，在练习之前呢，我们做一点暖身的动作。先将你的双脚分开来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，将臀部向后，再回来，膝盖弯曲，臀部向后，再回来，向后，再回来，向后，再回来。今天我们都会用三下跟一下来配合，所以三个呢是一样的动作，然后第四下的时候做一个转换的练习。所以我们先练习一下动作以及你的频率，将重心向后，臀部向后，我们蹲三个，三二一，把脚伸直，三二一，脚伸直，三二一，脚伸直，加上手咯，往后，三二一，向上下，二三，向上下，二三，向上，最后一个往上提，将手留在上面，扣在一起，双脚打开来，比臀部还要宽的宽度，膝盖弯曲，脚尖朝外，一样我们蹲三个，第四下往上伸直，三二一，脚伸直，三二一，脚伸直，三二一，向上，三二一，向上，最后一个往上提，将脚扣进来，让身体往前，膝盖弯曲，重心帮我转换，右脚左脚停留，往后，三二一，脚伸直，相反左脚右脚，左脚停留，三二一，脚伸直，再一趟哦，右左右，停留三下，蹲蹲蹲，脚伸直，相反边，左右左，脚伸直，三二一，回，双脚帮我收进来，让身体站在垫子的后方，我们做一个往前爬的动作，来告诉你的核心要开始帮忙出力了，向上，膝盖弯曲，手脚到大腿，往前走，走到你的最远，再回来，往上，再往前，走回来。我们做最后一趟，记得第三次之后会有一个变化吗？往前走，停留在这里，将重心向前，向后，向前，向后，向前，向后，膝盖一弯，双脚帮我走进来，靠近你的手，让身体回来。我们准备进入第一个平衡的练习，将你的右脚放在前方，左脚往后，后方的左脚脚跟立起来，首先帮我来到地板，膝盖弯曲，再伸直，弯曲，再伸直，第三次咯，手向前一点点，把左脚抬起，再试一趟，往后踩，弯，直，弯，直，弯，向前抬脚，再一趟，弯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向前抬脚，最后一个，弯，直，弯，直，向前抬脚，把脚收回，相反另外一边先给我，脚跟立起来，膝盖弯曲，弯，直，弯，直，弯，直，向前抬脚，踩回来，弯，直，弯，直，向前抬脚，最后两趟，三二一，向前回来，三二
一，向前，脚先帮我收回来，身体推回来。接着我们练习手的动作，手呢是同手同脚，跟着手一起上，脚下，手上，脚下，手上，保持这样的频率，后方的脚要准备抬起咯，身体下来，手也下来，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三停留，背往上提高，再试一回，弯，往上，弯，往上，弯，往上，三停留，最后一个，三，二，一，停留，手跟脚放下来，另外一边，首先练习上下上下，准备夹脚咯，弯，往上，弯，往上，弯，向上 hold 住，再一次下上下上下 hold 住，下上下上，最后一个 hold 住，手跟脚放回来，手放松，膝盖弯曲，身体放松，左右活动一下。接着一样，我们做平衡的动作，我们做勇士三，上半身是向前的，我们先找一下位置，将前方的脚弯曲，重心往前，手帮我向前拉长，脚轻轻的抬起，找到你可以的位置，手跟脚收回，吸口气，吐气往下，相反另外一边，手向前来，脚往上抬，身体往前送，脚收回，向上提，我们让身体往下，放松一下手，同时伸展一下你的脚，感觉一下腿后侧的伸展，将脚伸展开来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底下的脚再伸直一点点，膝盖弯，要让身体起来咯，我们让勇士三的动作加上刚刚的频率，抬起来三下，第四下的时候要帮我停留，身体往前，加油咯，下巴微收，左脚向上抬起，三二一，停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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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脚回来，吸气往上，吐气下来，另外一边，重心换过来，手向前延伸，身体向前探，后方的脚往上抬起，三二一，停，三二一，停，三二一，停，最后一个，三二一，手脚回来向上，我们先做一个金字塔的伸展，将左脚向后踩，前方的脚弯曲，身体慢慢的下来，将脚弯曲伸直，活动一下，停留在你可以的最低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半月式的伸展平衡，这个平衡的练习呢，会需要你同手同脚一起离开地板，那我们可以先做流动的，找到一下下肢的力量，觉得稳定了，再把手跟脚停留在上面，好，这一只脚给我咯，手向前走，将后方的脚抬起，弯曲踩回来，我们先练脚，往上，往下，往上，往下，所以脚是上下，手不一样哦，手是绕圈，前到后，前到后，将你的重心整个摆到右侧，我们把手跟脚夹在一起，手是绕圈，前到后，脚是上下，一起出发，一起回来，一起出发，一起回来，第四次了，准备停留，
在你可以的位置，重心整个送到你的右脚，感觉到右大腿出力，觉得不稳定需要支撑的人手可以放下来，膝盖先弯曲，脚踩回来，手找到大腿，把身体推回来，相反边之前再看一下，手是绕圈圈，前到后，脚是上跟下，重点不在多高，而是要一起出发，一起回来，找到重心的稳定。先来伸展一下腿，往上提高，膝盖弯，身体向前，弯曲伸直，活动一下。这个腿的柔软度呢，可以帮助你支撑脚站得更稳定。那同时停留在底下的时候，膝盖要帮我微微的弯曲，让大腿找到身体的力量，所以不要完全靠脚掌在抓，让大腿跟你的臀部一起帮忙。我们将手向前走咯，后方的脚先给我往上抬，再踩回来，往上抬，再踩回来，往上抬，踩回来，来手练习，前到后，前到后，前到后，手跟脚一起来咯，上下上下上下，准备停留，感觉到支撑脚的力气，手掌心的力气，腹部的力气，一样你如果觉得不稳定的人，手可以放下来，找到地板，吐一口气，把膝盖弯，手跟脚一起回来，身体跟着回来，双脚帮我打开来，我们让身体稍微缓下来咯，双手扣住，手向前推，背向后，让身体往后轻轻的左右活动一下。做完刚刚的平衡练习，你应该会感觉到身体开始热了，微微的出汗是正常的，因为当你需要平衡的时候，你的腿要比双脚站在地上的时候要更加的费力，同时你会感觉到两边的身体一边比较有力气，一边比较弱，如果比较没有力气的那一边呢，平常就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多练习几回，让身体均衡平衡一点点，双手向前推，吐气往后，我们保持这样左右摇的力气，让身体慢慢的向前，让手轻轻的找到地板，把膝盖伸直，手肘放松，脖子也放松，摇摇头，点点头，再把膝盖弯曲，手慢慢的走回来，双手向上扣住，掌心往上推，吸气，吐气，打开手臂，再一回，深呼吸，扣手，往上，打开手，放松双手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刚的练习，是不是觉得肌肉都变得比较有力气了呢？做肌力的训练不只是帮助你的下半身循环更好，加快我们的新陈代谢，促进我们的燃脂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肌肉有力量了，就能够保护我们的关节，保护我们的骨骼了。所以要趁身体还没有老化之前，还没有故障之前，我们先预防一下，让身体更加的有力气，我们的身体也就不容易受伤咯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